做咗阿媽啦，同埋咧，我中意用一啲歌去表達自己感情。同埋最開心係同成班演員一齊嗰種感覺，即係無論喺平時做啲咩都冇可能會有嗰種好放咯，成個人可以。在這裏一雙手就係你哋揸姐雙人舞嗰段啦，係咪啊？呢把遮咧，哎呦，等陣先。最困難係跳舞。要啲度，成日唔好太矮，亦都唔可以咧太高，同埋咧你要注意下個角度喺邊度，正正攤在前邊啊，知唔知啊？Let go， 換手 ，Let go， 我再快啲，四分唔該，嚟多次，落嚟，預備，一二三 ，Go，Let go， 換。有時啲動作好難想像到，即係睇唔到嘅時候，好難想像到係點樣，即係成日都要憑好多次嘅感覺先可以做到。你兩個拳頭都喺你前面，我睇到你個樣。而家好啲啊，再轉啦，高啲嘅身轉，轉轉轉轉，係啦，咁好靚啊，靚好多。大概兩歲幾就開始發現嘅，就一隻眼就有，即係有癌細胞喺視網膜嗰度啦。之後因為有一次發燒啦，跟住一邊眼嘅癌細胞咧就走埋去另外一隻眼，跟住就另外兩隻眼都睇唔到嘢。仲多咗樣嘢嘅，朱古力嚟噶。之前嗰啲都冇個台都冇咁大，同埋都唔係做啲好主要嘅角色。心情靚啲嘛。咁多謝曬你啦，你真係好人嘅啫。今次都唔主要，不過都即係起碼有對白講先。灰灰的天空，盼望加上藍色。靠勇氣，靠雙手，靠我共你。今次跑步加埋，仲要大聲啲嘅咯喎。OK， 我都有啲索氣啊。小芬嘅喺呢一個音樂劇嘅戲氛就相對比較多嘅。咁其中有一首歌咧，就係講緊佢哋將一啲嘅臨時房屋翻身，就係一首節拍比較強勁、比較開心嘅歌。對佢嚟講係一個難度，要佢豁出去咁樣即係彈跳啊、開心啊、嗌啊咁樣就唔容易咯。但係把聲要彈跳，要你咁樣彈跳，好唔自在啊！有啲啦。咁你要豁出去喎，得唔得啊？即係你唔係淨係可以唱一啲好練好靚嗰啲聲音 ，OK？ 要你活潑嘅時候就活潑，要你練嘅時候就練，要好百變 ，OK？ 好。細到大，學習點樣扣鈕，點樣去著一件衫，點樣去將件衫摺。我哋普通人覺得好容易做嘅嘢，其實佢哋都要咧，係要特別要訓練佢哋，等佢掌握到嘅。其實我哋嘅學生就係要出邊嘅學校又好嘅人士，我俾多啲機會佢哋。我亦都係鼓勵我啲學生唔好受佢嗰個限制。應該是超越那個自己的限制，去看看自己去到哪個位置。好了，你入先啦。思樂，佢話我參加埋啲垃圾，佢就急住嚟睇啊！佢話唔會嘥錢嚟睇我做埋啲咩嘢。咁我請佢睇咧。哎，唔好啊！你搞到我陣間翻去開第三次世界大戰。點解啊？陣間以為佢咩？佢真係好，哎，佢好反對我參加任何一樣嘢噶，除咗讀書。佢哋屋企人對佢哋嘅期望可能係喺學業上面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即係佢哋可能會主觀性就覺得係學業。佢成日都覺得視像人士
即係唔係讀好書都冇咩出路㗎啦咁樣。平時喺屋企都好少會笑啊，或者即係做啲比較即係跳舞嗰啲都好少咯，但係可能喺佢面前，即係我呢個性格，可能佢係第一次見咯。我係前一年就已經喺深光嗰度轉咗出去主流學校度讀書。除了中文和中國歷史之外，其他科都是用英文教的，所以相比起深光時的課程都深了和難了很多。小芬在我們女中由中二插班到現在今年中四了，特別在學業上面，她的預備呢，我看到她真的比其他同學花的時間多出起碼三倍。Hello， 小芬。Michelle，OK、okay。你有冇睇 musical？ 我係睇 musical 啊，買咗十張飛。咁啊，其實我買十張裏面咧，我心裏面想預備三張咧，俾佢爸爸媽媽同哥哥嚟嘅。不過好可惜咧，當我哋聯絡佢嘅時候咧，小芬爸爸媽媽咧，佢哋都覺得咧地方可能較為遠啦，佢哋就唔想去。佢哋亦都會覺得小芬佢已經係有視障。最好佢應該喺學業上面咧打好基礎，將來為佢自己嘅前路咧係創一番嘅事業或者一個機會俾自己。不過好可惜佢哋爸爸媽媽所咁樣睇法嘅咧，我哋知道一定係錯誤嘅啦。最開心就係同啲演員一起跳舞啦，同埋可以做到一啲我平時即係覺得好難嘅動作，跟住練咗好多次之後做到，或者達到老師要求嘅嘢。
爭少少，但係佢都設計咁啊，都幾好啊，唔錯啦。O K， 我睇到我都好咩？係啊，咁佢大嘛？雖然我平時就唔係好聽話啦，咁即係佢哋叫我讀書，我都未必好肯努力咁樣去讀啦，但係。即係希望佢哋都可以俾翻一啲自由我去做自己中意嘅嘢。你終於喊啦！你終於喊啦！好感動啊！喊不出啦！唔係因為我近排都未。係嘅，即係同我哋好傾得埋咯，即係唔會有隔膜咁樣咯。其實我覺得當一個好似新識新朋友就得啦，唔使刻意覺得佢比較特別。係喎，即係譬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缺陷，只不過可能佢嘅缺陷係我哋可能看得到，我哋嘅缺陷可能啊人哋看唔到咁樣。